海贼王中，众所周知，路飞的正常形态就是目前的一到四档，二档是血液相交化，会浑身变得通红，三档就是肢体部分被化，拥有巨人之力，四档就是弹跳人了，也是十分强大的。但你可知道，有一些非人力控制的形态，路飞也使用过，某种方面来说，都是操作失误进化出来的形态，小人形态。小人形态是路飞三档过后产生的副作用，身体会变小，宛如一个小孩子。这个形态可以说是路飞操作失误的后果，因为这是可控的形态。两年后的路飞使用三档不会变小，可两年前的路飞使用三档就会变小。这就说明了两年前的路飞在三档的操作上存在着失误，所以才会变成这种形态。要知道，小人形态的路飞是毫无战斗力的，所以每当变小的时候都要找地方躲好，等待 CD 冷却恢复。坦克人形态，坦克人也是路飞意外操作的产物，之前的路飞并没有这个形态的，也算是操作失误的一种。路飞对战三将星饼干果实能力者克利架，遇到克利架无穷无尽的召唤出一堆饼干铠甲人，打又难打，路飞只好放开了胃口大吃特吃，却不想吃成了一个大胖子，进化出了坦克人形态。这种形态下的路飞弹性极佳，尽数吸收了克利架的攻击，克利架攻击路飞反而陷入了路飞的肚子里，被路飞一个反弹弹出了十万八千里。巨人形态，这种形态也是操作失误的一种，路飞是因差阳错吞下了巨人族的莉莉，才变化出这种巨大的形态。原本吃下迷你果实的巨人族莉莉拥有一个绝招，就是变成小人形态进入到敌人的肚子里，然后变大撑爆敌人。可偏偏的操作失误，没有进到敌人的肚子里，反而进入到了路飞的肚子里，使得路飞得到了新的能力，巨大化的能力，梦魇形态。这种形态的路飞可以说是最强形态的路飞，只要赛的影子越多，它就越强大，力量无穷无尽。本来这种形态只是个假想形态，连帮忙赛影子进入路飞体内的罗拉也不知道路飞会进化出什么形态，阴差阳错的操作下进化出了一只梦魇路飞，战力爆表。据猜测，路飞打四皇凯多的时候，有可能莫利亚会返场，就怕莫利亚再给路飞塞影子。要知道，现在15亿的路飞的体魄更加强大，这种新能力很有可能会吊打四皇凯多。